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看到的角色就是杰西，选杰西呢就是来送分的，除非他跟惹帅一样强。惹帅现在很废啊、哦、真的吗？我一个礼拜前看他玩克里斯塔上路，我想要看他克里斯塔怎么甩的，我一查他战绩结果他零十三，蛮好笑的。我想到看连惹帅都会零十三了，我突然就释怀了，你知道吗？打欧拉夫，哎、欸、对耶，哎、欸、对耶，哭耶。打奥拉夫，我打奥拉夫，我打奥拉夫，直接换。鬼步奥拉夫，笑话，你保证敲死他，我跟你讲。哎、欸，你们觉得三等我跟他对 A 谁会赢？我觉得前两等我强，前两等肯定是我比较强，但是三等后不好说。不然这样啦，我们不要考虑三等，我们一等。好，没有赢。哇，多兰剑呢？这个我打不了，一般带水平的，带多兰剑的我不敢打。哥哥不要，哥哥不要，哥哥去吃冰，干嘛去吃冰？对对，去吃冰。前两等肯定是我比较强。哎呀，怎么是欧拉夫上路啊？哭啊！我还以为是打杰西呢，害我一开始这么爽。算了，看六等后他小装子要不要？我有病！他压力很大，他身为一个欧拉夫啊，他六等前一定要杀我、啊，不然六等后就是我砍他了。我们等一下怒气满，然后配点，我就跟他打到底。笑话，只有前期能压制我啊，过了他的舒服期呢，他已经不是我对手了。他凭什么觉得他砍得赢我？他该不会没有打过蛮王吧？跟我互砍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不是没有打不赢别人过？他如果打不赢别人，他就不会玩是不是？他看起来就是。哭啊！我生气了，他完蛋了。不是哦，我在外面看看抖内哦，所以我很常这样子死啊、哦，我很常这样子，我就跳出去看东西就死了。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哎、欸，什么意思啊？疯狗哎、欸，他妈的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人输了要单挑，不懂哎、欸。对哦，全死光，上路无关紧要之说又出来了。这次你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了上路无关紧要。This is where we hold them. This is where we fight. 他是一个真正的狂战士。我不信我这种装备他还敢跟我打。你再来啊，什么意思？老子有输过，从来都没有怕过，有种单挑。可敬的对手，我队友送的也是很快，他是要临时啦，他临时搞不好就要赢了，他根本就是那盖伦吧，同一个人吧，同一个人吧。我们来复习一下。他一直送，他队友，我队友也送得很快。我知道你很想让你的队友输，我看出来了，你的心意我收下了。这盖伦想输也输不了。哇，他还秒人呢、欸！他是鬼吧？他妈的两件装就一直秒人，他妈这个人是鬼吧？还可以杀，你打了！五手零分。我真的很棒哦，无情开通，哎、欸、我们蛮王都这样子了，不要让我们输吧，对哦，拜托啦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人他根本同一个人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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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绝对是那个盖伦。我等一下查是同一个人，你们帮我看一下他 ID， 绝对是同一个人。他如果他用同一种手段赢我两次呢，我一定把这个游戏删了。四哥打两个人不会输吧？输了。不要，哥哥不要，哥哥不要，真男人，真男人，还想风筝我啊，不理你。直冲珠宝。四个赞，谢谢。没道理连续两场临时都输吧？我觉得这次临时一定不会让我输的。哇！哦 ！B 重置了。哎，走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！不要被一波，不要被一波，不要被一波，不要，我很怕输。我经过那个临时盖伦的噩梦，我现在很怕啊。哇，还被吃霸龙，天哪！掉两个 inhibitor 还可以输吗？我不信，输了我一定三 game。什么输的话也要捡精华哦，不会输，讲什么东西不会输好吗？为什么你们要考虑输的话怎么不会输啊？最强的上路，我吗？是说我吗？还是说盖伦？你是说临时的盖伦吗？哎，一直有点肥，输这个，不然露露太靠背了。哎，不可能会输吧？不行啊，我要去 BD 了。我没有想到对面他妈掉两个珠宝，我还要去 BD。他们 EZ 直接往前，我好像打不进去啊 ，EZ 太强了吧？哎。如果这样打不进去，那个 EZ 很明显太强了吧，要 nerf 吧。EZ 杀人嘞、欸，为什么你们要 dive？ 干嘛、啊？你们打很小。我要中风了。他不去 BD， 他们每个人都在家里面，我怎么 BD？ 他们都归在家里面。我只能拆另外一边而已啊，完全不能碰到那个 EZ。我这把是估计刚刚玩躲猫猫了 ，EZ 在哪我就不去哪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哇，一定是我暴击没满，一定是我的暴击还没满，我再出一件暴击装。哎，要输了，快点走！他妈 EZ 打五了，他妈的 EZ 太强了！我只能去 BD 啦，我就杀这个吧。现在我还不见得杀得掉。进化。队友是在哭吧？还敢追我啊？他风筝我，风筝我，跑啊，跑啊，小鸡鸡在跑啊！给爱心拿头吧，我不需要了。我要改变策略了，我要砍死那个 EZ， 外面真的没得玩。只有我能救这局了。
他们好像想打，我已经不太能 BD 了。我打了，可以打我，这就是上路跟 AD 的处境差距，靠着一个盾直接无解，哎，没了啦，那这样多怎么打？输了我一定三 game， 25的欧拉夫最终取得胜利。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哦，他们还好不是同一个人，各位，我要把 LOG 给砍掉了，各位再见了，四个赞，谢谢。怎么输的话要剪精华哦，不会输，讲什么东西不会输好吗？他如果他用同一种手段赢我两次呢，我一定把这个游戏删了。这次你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了上路无关紧要，明天晚上再装回来。